我那时候给那个疾风的跑题加了一个，给他加的是爆破武器，不然光是那属性一直可以恶心死所有跑车。そう、悟り。裂开了，什么情况？下面有道裂缝吗？因为它这个画面不全了，应该不影响吧？不影响吧？
动了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骑面座牛逼，骑面座牛逼。Oh my god， 开挂了一样。骑面爹牛逼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可是真的世界纪录，我跟你说。刚刚最后那里我是真的拼了，因为我已经预感到他起来绝对会瘸的，我就赌那个乱舞能不能打出印子。Oh my god！我真的差一点就赢，我感觉自己有可能赢真的那种。太激动了。看一下录像吧。